嘿，听个帮叔叔吼，迄个点点哇唱完啊吼，唱完歌拢也袂记你个迄个拍咧吼。对啊，你看咱只好朋友，大家非常个热情啦。即歌声好，主持人咧边个点点啊听得好啊，麦嗲记记记哦，嘛麦嗲甲恁吵啊，因为一个人个声势出来拢无感觉。对，因为囡仔人咧唱个声咧幼幼啊，你即个主持人搁咧边咧啊和音安尼吼，哇，迄就真个差真济啊。啊，足济主持人最爱唱个啦哈。对啊，我刚刚合音起来就蛮好的、啊。合音是蛮好的，对。啊，小姐唱的歌都是小姐顺顺啊唱的，对啦，对啦，妈，一句一句你也要搁唱，一句你也要搁唱哦，你就变乱去啊。你像你的声咧，音声演技安尼吼，唱我正好，你若雄雄好，搁插一句啊吼，我在望穿哦，哇，你个哇声就差天甲地啊。哎，所以讲话咱正好，比如大家慢慢来甲欣赏，非常的难听啊，这个好的歌声，万不得甲借给咱所有咱正好朋友，在咱大圣地普渡宫，比如大家。拢做嘛咧啊！子孙满堂好名声啦吼！来，啊，咱咧因阿妹节目伫咧安排当中，看到咱坐坐数，咱只好朋友，大家慢慢咧来啊啦吼！我这个人数坐，人气都一定旺的安尼吼！哎，咱咧有头有尾啊，上尾一工叠加来甲进行甲安排，后边咧甲借到咱种地主吼，大家拢做嘛咧财源滚滚一直来啦吼！来，我电话去伫咧安排当中，当然嘛特别去收到咱坐坐数，咱只好朋友，大家非常认同甲肯定的咧。这查某囡仔来要唱歌唱歌。人家会认同哦，这个功力就真正有深嘛嘞。啊，这时候囡仔算我那数一数二的啦。数一数二，无啦。早囡仔落这个实力，咱就免客气啦，嘛免谦虚啦。总是站在台顶的早囡仔，总是要有家己的一步处嘛。嘿，拄拄好啦，无甲数一数二啦。啊，无甲数一数二啦。哦，你好懂，哎呀，真厉害呀你。哎呦，自信啦。今天我唱歌足好听的，好听啊！啊，是讲今日都无我表演的机会安尼啦，你会使啦，你若袂会使哦，你卖。我来诶，我查某囡仔来着哦，囡仔主持咧唱歌，人家就抗议啊吼。我当时拢无查某来啊，现在主持一般拢是安尼啦。一般人家若看到主持咧唱歌，伊就会安尼想啦。多一个咧唱，后壁会排几排咧啊吼。哎，啊，计做一个见证一个安尼吼。哎呀，啊是讲内容诶，今日实力排了足侪啦，当然头尾吼拢安排上厉害啦。对。嘿啦，咱那个竞选的节目竞选中原嘛，有头有尾。祝着咱罗下种地主，大家家家户户啊，拢中大趴尾吼！来，要看起来，要欣赏歌声的吼，阴暗正干闹热滚滚的吼。嘿，咱几个月以来啊，这部在咧安排当中，咱拢特别经过一番的挑选啦吼。那阴暗这查某囡仔嘛免相介绍啊，这嘛是同款烫起来比穿会较好看哈。嘿，啊当然无嘛，佫较凉啊，对，较凉，较凉，真正热到要害对啊，你以为？好啦，来，感谢。即马咧啊，辣妹嘛变了一个服装啦吼，来，过来个介绍。爱情生钢筋。来，特别安排在咱轻松歌厅，闹热滚滚的歌曲，邀请在咱辣妹变了服装，伫这呢特别来个做安排，嘛变来个祝在咱楼下地主，大家好运滴滴来。Sure.
Thank you.